Exceed 星途0-100公里加速冷态部分下的测试第一次，准备开始。Sport 运动模式准备，走。80。来。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加速部分的成绩啊。这是第一次的这个冷态部分下的加速成绩啊，这是第一次再态部分下的加速成绩，0-60公里，啊，0-60公里4秒9，0-100公里9秒8，0-100到0完整用时13.5秒，最大尾数103.0啊，103.0。接下来，冷态部分测试下30-50公里加速用了1秒6，50-70公里加速用了1秒8，在这两个数据上面来讲的话呢，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一些跌宕和起伏。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这是完整的加速图表啊，完整加速图表。0-10公里的加速部分用了0.9秒，0-20公里的加速部分用了1秒7，0-30公里的加速部分用了2秒4，0-40公里的加速部分呢用了3秒2，0-50公里的加速部分呢用了4秒钟，0-60公里的加速部分呢用了4�秒9。0-70公里的加速部分用了5秒8，0-80公里的加速部分用了7秒钟，0-90部分的加速用了8秒3，0-100最终加速冷态部分第一次测试9秒8。OK，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呢，就不难发现啊，这个车型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呢，在头段部分的加速当中，尤其是起步部分的起速阶段，它在0-10公里、0-20公里、0-30公里的这三个加速时间节点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延迟。那最大的延迟来自于哪儿呢？最大的延迟来自于20-30和0-10之间。0-10的启动的部分呢，整体的油门部分的开度也好，包括在整个扭矩输出上面来讲的话的介入都不是特别特别强啊，都不是特别强，比较悠闲啊，或者说是比较绵软一点。然后0-20到0-30之间呢，有一个逐步增强的过程，直到有轻微的这种弹射的感觉，这时候才会真正意义上面把整个动力全部输出出来。那相信很多人在去体验这台车型的加速部分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台阶式的这样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感受啊。那如果能够把这个部分去收紧一些的话，那么我想0-100公里的加速完整成绩应该再收紧个0.4秒左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问题出在哪呢？出在70公里、80公里、90公里。70公里到80公里、80公里到90公里的加速，这三个时间节点当中，它整体的这个时间落差都在1秒2到1秒3的这个延迟范围内左右。如果能够把这个部分的延迟再收紧一点，也就是说，3档到4档部分这一块的这个换挡的切换，还有就是齿比的输出上面能够再绵密一些的话，这个车型完全可以做到0-100公里加速，去控制在8秒1到8秒2的样子。那以这样的一台小车能够有8秒钟的这样的一个加速表现来讲的话，那是真的是让我们是。在动力上面来讲的话是无可挑剔了，就是这种程度。所以对于这个车型以后后期的一些这种动力上的表现，我们还是抱有一些期待。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进行更多次的这个热态部分下的加速和测试，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它整体的最终加速成绩表现。那么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一下冷态部分下的制动。第一次冷态部分下的制动是60公里到0用了2秒钟，14.5米的制动距离啊，14.5米的制动距离。那100公里到0的制动距离呢是3秒1啊，制动距离是38.3米。作为冷态测试下38.3米的这个成绩，我们现在还不是太肯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还要去考虑到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车型的轮胎在升温了之后，到底是抓地力下降还是抓地力攀升。按道理说，轮胎部分如果要是有一定的弹弓上来之后，抓地力会很好，但是刹车部分的耐受可能会降低，所以这是一个相互权衡、相互较劲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热胎部分测试加速下，它整体的这个车辆的加速以及制动部分的表现到底如何。Exceed 星途0-100公里加速热态部分下加速测试第六次，准备开始。准备 Sport 运动模式第一档位，走。OK，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不妨先来看一下热态部分下的一个加速以及制动部分的成绩啊。0-60公里的加速部分的成绩用了5秒钟，0-100公里的加速成绩用了10秒钟，这是在六次不停的这种加速状态下测得的这种热态部分下极限的一个加速状态啊。0-100到0完整用时13秒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该车型完整的加速成绩。30到50公里的加速成绩用了1秒6，50到70公里的加速成绩用了1秒9，峰值这值0.5个 G， 平均这值，这个是后面我们再看啊。0到10公里的完整加速图表当中，0到10公里的这个启动瞬间仍然是0.9秒，0到20公里的启动瞬间用了1秒8，30公里启动瞬间用了2秒5，啊，2秒5，40公里的启动瞬间用了3秒3，50公里加速这边延迟到了4秒1，60公里的加速部分用15秒，70公里的加速部分用16秒，80公里的加速部分用17秒2，90公里的加速部分用18秒5，0到100公里最终加速成绩为10秒钟。从这个角度上面，其实就不难看得出来，这一台车型在变速箱的耐受度上面来讲的话，做的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这6次加速部分当中是没有做任何停歇的，也就是说没有给变速箱任何的缓冲过程。那抛开这一点来讲的话，这台 7DCT 的变速箱本身它的这个散热效果做的也还是可以。那从这个加速上面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这个车型应该是能够胜任频繁的这种加速、减速以及制动，包括在市区当中使用当中，应该也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那唯一让我们觉得还是有些遗憾的，就是从60公里，也就是50到60公里的这个时间当中，明显是在换挡之后啊，有一些接续上的一些延迟了。那包括在80公里的时间节点当中，也是从6秒到了7秒2，这个时间在之前都是没有的。那在90公里的这个时间呢，则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基本上也是往后延迟0.3秒左右的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变速箱部分的油温攀升对于整个变速箱部分的换挡响应造成了一定的延迟，但是这种延迟以这台车型整体的动力上来讲的话，只要不是像我们这么极限的一个状态下的话，应该是都能够保证在9秒以内，比如说9秒1、9秒2啊，这样的一个成绩能够让大家去满意。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场地实际上抓地力并不是太好，并不是太好。那考虑到轮胎部分，再考虑到整个变速箱部分的这一块的一个优化程度上面，还有一定的冗余度可以去挖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们认为该车型应该是在性能方面还有的进步，有的聊。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看完了这个加速部分的状态下之后呢，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热胎部分下的制动部分。60公里到0的制动部分用了1秒7啊，时间是1.7秒，制动部分的距离是13.9米，这是连续六次制动啊，连续六次制动。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峰值，这值是1.1，平均这值1.0，所以它的这个刹车部分的初段来的还是很快的啊。接下来我们看制动部分二，制动部分二100公里到0用时2.8秒，比之前还快一点，38.2米的距离也比之前要短，这说明这个车型的刹车皮比较耐用，就是我们说刹车片啊很耐用，而且很耐高温。与此同时，峰值这值和平均值也是一样没有变化，而距离上面却有所缩短。好，那么从这一点上面呢，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奇瑞能够将现在这一台车型整体的这个刹车部分的距离控制的比较好。当然我们针对于像1400多公斤接近1吨5的这个车重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动部分还有更高的一些余地可以去挖。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制动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制动姿态，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这个车型整体的悬架调教偏向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与此同时，没有过软的这种侧倾，或者说前后的一个重心摆动，才是给到了这个车型整体制动能够去平均平衡分配到整个四个轮子。那这样一来的话，即便是像我们这种高强度的六次直线加速以及刹车部分的测试当中，也没有更多的一些热衰退造成，这个是给我更大的一些惊喜。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底盘部分的质感上，包括加速部分、制动部分，包括在减速部分这块周边的这块布屏上来讲的话，奇瑞这一次呢，在星途的这一台 LX 车型上面来讲，应该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完成了加速与制动部分的测试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该车型的操控部分的表现如何。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绕桩环节。Exit 星途0到60公里绕桩部分测试。转向力模式舒适状态下第一次，好，准备走。我们第一次呢维持在60公里车速啊，开始绕桩。哎 ，ESP 介入，就是在 ESP 的这种介入状态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该车型整体的这种转向在舒适模式下啊，它的这种圈数包括像在整个转向角度的控制上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比较舒一点，并不是那么紧致，也不是那么密。
所以它整体在舒适模式下的这种转向力矩力度上面来讲的话呢，会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不太够。也就是说，你每到了一个弯心你去控制它的时候，你要转到更大的一个角度，当你转不过来这个角度的时候呢，也就意味着整个车型它整个车辆处于一种失控状态，而这种状态下呢 ESP 就会立刻介入，但整车这边四平八稳的特性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绕桩部分的测试当中，我们发现第一次部分的绕桩呢，就已经在舒适模式这种转向力当中给了我们一些不小的惊喜。当然舒适嘛，还是没有办法跟运动去比，所以我们现在呢将这个关联驾驶模式这个部分呢改为运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车部分这一块的表现到底如何。那需要说明的是，该车型由于 ESP 部分没有办法关闭啊，所以这次呢我们就不做 ESP 相关的测试了。我们一起呢来看一下在运动模式下这个车辆绕桩部分的一个极限到底表现如何。Exit 星途60公里时速下绕桩部分测试第二次准备开始，转向舒适调整为运动模式，准备走。这次呢我们尝试在63进桩，哎，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整车这边的这种轮胎抓地力如果不是很好的状态下，它的绕桩部分的姿态很容易有一种由后向前弹这个悬架部分，从而造成整个前悬部分的一个压缩，并且进一步去有一个轻微推头的一个问题。那一旦推头之后呢，整车的 ESP 介入还是相当的快的，所以从这一点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该车型整体的表现当中应该是在转向部分这个圈数上面还是做的有一些。我还是那个机智的我呢，这个他刚才这个车机介入了啊，就是我们现在重说，这个车型在完整的这个第二次的绕桩部分的测试当中，我们发现还是在转向圈数部分的当中会有一些轻微的问题，那主要还是一个转向角度部分快与慢这块的标定问题。其次就是这个车型后悬部分的回弹相对是比较快的，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整个前悬部分的压缩比较紧，那更进一步的去产生了一个有关于推头部分这一侧的问题。所以一旦推头介入之后呢，整车的 ESP 标定这一块来讲的话，算作是一个比较灵敏并且是一个限值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尝试将车速提高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该车型这个接下来两次部分的绕桩表现到底如何。Exit 星途转向模式调整为运动模式之后，绕桩部分第三次，准备开始。Sport 运动模式，走。67，进桩。哎，其实这个时候就不难发现，整车这边后悬架部分的这个弹性做的确实是很好，与此同时在整个前悬部分这一块的支撑上面来讲略有一些偏弱。那这个时候就不难发现，整车这边整体的操控如果在后悬部分偏轻并且是整体的这种偏推头的情况下的时候，前悬部分这一块的这种转向呢就会有一些不够快。这第一，第二就是后悬部分如果能够 ESP 介入的再灵活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能够让这个车型介于一种尾部更灵活而头部相对迟钝的这样一种状态，我想应该就能够去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入弯。而且整车在侧倾的部分的时候啊，这个车型的整个侧倾和弹动是比较厉害的，那从这两个去讲的话呢，也更加加剧了有关于这个车型一旦我从侧向的侧摆当中恢复过来，我再往回走这一下时候的一个难度。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车型在一些这种小型的这种赛道当中应该是有一定的乐趣，但是像这种高速部分的变线上面，尤其是绕桩部分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再在 ESP 上，包括还有这个整个车辆部分的底盘重心高度上面来讲，应该还要再下一番功夫和优势。如果能够侧倾再小一点，转向部分这一块的这种圈速回馈稍微再快速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应该就能够如我所想去给到更好的一些表现了。当然你要知道 LX 这个车型它是第一台车啊，也是目前的这个阶段一，那随着这个阶段二阶段三部分的改款和升级，我想这个应该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能够有更好的一些表现，因为这个车型的定位应该就是比较偏向于小型化运动化有趣化的这样的一个车型。 Exit 星途 LX 车型迷路变线测试第一次，准备
开始。第一次呢，我们尝试将车速放慢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型在65公里车速左右下的表现。我们现在将车速提升到65，65，进桩。哎 ，ESP 介入了，而且 ESP 介入的整体来讲的话呢，算作是一个比较及时状态，就是它只制动了一瞬间，这一瞬间可能有个0.8秒左右的延迟，不到一秒。那整车这一边呢，就已经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通过了迷路变线的部分。那考虑到这个车型本身，它相较于一般车型，包括像是之前星途的两款车型，比如说 TX 和 TXL 这两台车型的悬架部分的回弹都要快一些，也就是偏向于运动化一点，我们考虑把车速呢再提升一下。但是说一下这个车型迷路变线部分时候的一些感受，整体的转向部分来的还是偏慢，还是偏慢，需要你给一定的提前量。其次就是转向部分的时机的界定呢，还是受累于整个方向盘尺寸太大了这个问题，所以整体的人在转到这个部分的角度的时候呢，它多少还是有一些别手，如果尺寸再小一点的方向盘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尝试将车速提升，我们上次的车速呢是在66左右，接下来呢我们尝试将车速提升到接近70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试一下。星途 Exceed LX 车型迷路变线部分测试第二次，由于上次我们的车速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尝试将这个车速再提升一下，我们以70公里的时速入桩，看一下整车的姿态部分的表现如何。但受制于方向盘过大，而且转向部分的这个圈数啊过疏的这个问题，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这个转向部分的一些轻微的延迟，所以需要去提前预判一下这个转向部分的时机。准备开始，走。好，我们给到70。好，进桩。哎，可以看到这个车型它整体的这个 ESP 的介入程度呢，做的还是比较宽容度比较高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制动，完全意义上的制动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我在避让区的时候，避让区的时候呢是右后悬先制动了一次，之后它看见我当前的这个制动部分呢整体表现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偏衡情况的，所以就放开了制动。第二次制动呢，则是我从避让区再回到这个停车区位的时候，也就是终止这个制动区位的时候，这个部分的区域当中它又制动了一次，而这个时候的制动呢基本上是右后悬和左前悬同时在制动的。所以从这两个去讲的话，我认为这个版本的制动包括 ESP 的标定上是没有大的问题的，但是这个转向部分是真的是需要好好配合一下，从转向部分的转向齿圈齿数一直到整个转向部分的敏捷程度，还有就是这个方向盘尺寸，都需要配合这个整个车辆的底盘和这个车辆部分的 ESP 的标定，重新去把这个部分再做优化啊，再做优化。当然以日常部分驾驶来说，这个车型应该是比较有乐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这个车型日常驾驶起来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兼顾一定的乐趣。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尝试将车速再提高一些，我们看一下这个车辆在目前的这种机件三大件部分状态配合下的一个极限的迷路变线部分的表现。那么以当前的这个路况，包括整个路面，因为这个路面的附着系数不太一样的，你们可以从镜头当中看到右边的这个路面呢明显要细一点，左边路面则偏粗，所以车辆在做迷路变线的时候遇到这种路况，其实是一个更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种测评。那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换了场地之后，这个迷路变线已经变成了一组加权测试，以后我们的测评大概都是会这个样子了。那么考虑到刚才已经到了70，所以这次我不打算把车速提得再高，我想提升个71到72之间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型整体的表现。 OK， 那么准备开始。我预估啊，这个车型72左右应该是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状态了。我们来看一看，准备走。我们将车加速到73公里左右，74公里左右回落啊。好，74、73，稳住，进桩。哎，果不其然，这个车在73的这个车速下进桩之后呢，整体的表现当中是呈一个完全拉不回来的状态，而且是一个推头状态。那在这个状态下呢，左前悬部分这一块呈一个压缩状态，并且没有办法及时回弹。这也是我所说过的这个车侧倾部分的抑制，包括前后悬部分方倾杆需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整和加强部分的一个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台民用车型来讲，咱们要求没有那么高，而且这个车型以台这种
我们说紧凑级别的 SUV 来说，底盘部分其实设定是偏高了，也是比较照顾到了野外路况下的一些表现，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讲的话，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了，这个车型在隔音方面做的也非常不错，即便是碰撞的话，我车内是没有任何感觉的。Exit 星途陡坡缓降部分测试，26度坡道，我们准备开始。我们呢激活陡坡缓降，然后我们现在将车辆放置在倒档，因为我们现在是车尾冲下啊。我们现在呢松开刹车，准备松开。好，这个时候驻车制动啊，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自动驻车还在工作，我们给点油。好，松开了。作为一台两驱车，在这种松软且滑的这种细土路面上面，能够有这种表现，我觉得还是蛮惊喜的。当然啊，作为整车接近1.5吨的这样的一个自重，加上我人来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车型整车的这个陡坡缓降部分的表现算不错啊，尤其是针对于倒车部分的路况下，你要知道很多时候车辆的这个前后重心不一致的情况下，前轮基本上是不抓地的，所以更多意义上面就要考验到重心偏移最靠重的那一侧，也就是靠下的那一侧。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现在来尝试有关于该车型在坡道部分的一些攀爬上的表现，准备。好，我们准备走。Sport 运动模式第一档位，这个车 USP 由于无法关闭啊，所以我也就不太在意这一点了。我们从玻璃下开始给点油，看一看整个变速箱部分的一个工作状态。好，有劲了，有劲了。四轮部分的抓地力呢尚可，对于这条轮胎来讲的话，四轮部分的抓地力在现在的这个路况下尚可，但是前轮没有足够的一个附着力，这也是整个前轮部分拉伸之后的一个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尝试将整个车辆切换为手动模式之后呢，我们再来尝试一次。当然了，还是要借助一下这个车辆的这个陡坡缓降，我们现在切到空档部分再来试一次。给点油，对，这个松开啊，走。哎， N 档模式下它其实也是能正常工作的啊。这个坡道缓降部分做的还是比较不错。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尝试性的去给到手动挡的部分的模式，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高度最大的这个26度的坡啊。好，我们切到 D 档，给到 M1， 准备走。切不上去啊，好，切上去了。这个里面有一些细微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来看它整个变速箱部分的换挡工作状态。OK， 变速箱部分没有问题，但是整车这边的档位接续呢，存在一些小的问题，我们再来尝试一次。就是它在你车辆可能再会有这个较大的转速波动，包括像是在有一些比较大的这种
半轴部分的一些滑动量，包括框量的同时呢，可能变速箱就不会执行你的换挡响应。我已经看到我的仪表上面有一个明确的指示是要升档，但是我升档之后换了这个拨片啊，它却没有正常工作。所以接下来我尝试性的想将这个车辆部分呢直接升入 M2， 我们再来试一下看看行不行。我们稍微给一点起步的这个动作啊，好，给起来，好，切到 M2， 给油，降回 M1 降不下来，这个时候降不下来啊，哦，它自己降了。也就是说这台车型它针对于公路方面部分的表现上来讲的话没有做到极致，那么在野外路况下也能体现出来这一点。我在车上的时候呢，其实实际上我的这个换挡拨片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做到的，它仍然是根据它整个 TCU 部分这一块的一个变速箱的负荷，包括整车部分这一块的一个界定，然后才去做到的这一点。那么再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还是变更一个模式，我们进入 normal 模式，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车型整体的表现。好，我们再下一次。按道理说在这个 normal 模式下，它会尽可能的去把整个档位的换挡机制会做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这个车型如果在 sport 运动模式下它如果没有办法上的话，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整个换挡部分的这个过程相对于长啊，相对于长，而且轮胎部分的抓地力也不足以支持它去做这样的一个换挡。所以我们现在呢再来尝试，走 D 档啊，第一档位一直保持在第一，这个变速箱似乎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在第一档位下的话呢它就没劲儿了，就只能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你们现在在外部摄像机当中能够看到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车辆能够攀爬的26度坡道，在这种碎土路面下、浮土路面下的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状态。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车外部分的画面。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外部摄像机当中，以次清除 LX 这款车型已经上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第一个野外路况下的测试项目当中，也就是半坡上啊。你们可以看一下整个车辆在攀爬过程当中整个地面的一个状态，其实实际上前两天经过一些降水，那么地面部分的状态实际上并不是太干，而且有一点点水分在里面。那车辆在往下刨的时候，你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这种湿土的痕迹，这第一。第二是整个土质上层看起来是比较软的一些碎石状态，但是下层部分其实是很坚实的，这就意味着说给了像这样的一个轮胎部分给了更大的一些考验。那与此同时呢，像这样的一个坡道部分下，如果你在半坡上再往上走的时候，又要考虑到变速箱部分的耐受度，还要考虑到整车关于一档部分或者二档部分接续以及往第一档位去降的时候给到的最大的一个扭矩转速下的一个输出状态，更不用提整车的一个前后平衡。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前轮基本上是一个拉伸状态，后轮有一定轻微的压缩，但是不是太明显。所以这个车型前后平衡考虑这块设计的呢应该还算是不错，但是整车在现有状态下能够看到的轮间部分的限滑干预的似乎有些偏大。其次呢就是在满牛模式下，也就是手动挡的模式下，它的一档和二档部分的接续呢会有一些轻微的问题。当然了，作为一台前驱车我没有办法他们要求更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讲的话，在我们的三条坡道当中最难度最大的这条坡道当中来看的话应该也算是可以了。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型别的方面的一些表现。我们来看一下星途的接近角部分的表现，整体的车辆接近角还表现还可以，而且前悬部分的这个拉伸之后的压缩也不是太明显，整体来讲算是一个不错的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如果是接着再往上爬的话呢，星途整体的表现好，
我们稍等，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后悬离去角部分的变化。如果是以这种场地上面去看的话呢，后悬部分这一块的这个后包围部分啊，边缘处会有一些偏低，而且在整车往坡上去爬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会遇到一些这个后部的轮距距离后杠部分的这个位置过长的问题。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该车型别的方面的一些表现。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该车型在野外路况下的车身刚性部分的表现。我们都知道的是，星途部分的这个车身刚性比奇瑞的那个车型还要再略强一些。那对比一些同级别的车型来讲的话，它的整个车身扭转刚性也是一个比较让人称道的一个数值。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应试一下看一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辆的车门，在车门这个铰链部分，你可以明显的发现啊，门边纤维器这一块确实偏弱，确实偏弱。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场地，所以它的这种弱呢，相信大家应该也能理解。但是我个人认为，奇瑞至少应该在这个星途部分的车型当中，把这个 LX 部分的车型中段部分这一块的限位力量稍微做大一点。因为你可以看到的是，从前到中再到后这三段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去给它固定好。那这是后门，由于后门和前门对比，后门可能体积上面来讲相对小，然后又轻，所以后门的这个状态会稍好一点，会稍微好一些。但是问题还是在这儿啊，还是门边这个纤维器这块的强度上面来讲还需要再加强啊，因为在这个测试当中，你可以前门无法固定，但是后门你至少应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车辆在后门部分的用料钣金包括自身的一些这种厚实的工艺，才导致了整个车门部分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右侧。这个右侧你可以看到整车的这个右后悬已经压到一个非常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轮胎部分都已经变形了，可以看到轮胎部分已经变形了。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车门部分，车门部分的高度不足啊，略有不足，所以我们只能够开到这种状态。前门相对来说的话呢，会好一些，前门高度是够了，后门高度略有不足。所以我觉得星途的设计师们不妨考虑一下整车叶板部分的一些这种设计，包含整个车门在这个门边部分饰条整个造型部分这一块的一个扣位设计，是不是能够再稍微做的扁平化一些。这样的话在一些这种复杂路况下呢，就能够去给我们的车辆给到更好的一些这种条件啊。 OK， 那么由于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呢尝试性的用这个一些办法将车门固定啊，这是我在 B 柱部分去挤了一个水平啊。然后 A 柱部分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想个办法。看看行不行啊，可以。 OK， 那么 A 柱部分就先这样。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四个车门都是开启状态啊，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极限的状态了。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尾门，还记得之前我们静态测试下的这个尾门部分的一些这个开启和闭合状态吗？开启的时候呢，两侧部分这一块有轻微的一些晃动，但是我想问题应该不是很大。我们来关闭一下试一试啊，然后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整个车在尾灯部分的一些缝隙。锁闭好像 OK 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侧的缝隙，基本上是平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右侧的变化我估计可能缝隙上也不会太大。我们来看一下，还真是。这就是车身扭转刚性好的好处，还有铰链部分强韧的好处。当然这种强韧我还是希望
能够带给什么呢？带给这个车门部分的铰链，至少在中段和后段，还有一些这种类似的强韧的表现会比较好。这样吧，我们来请我们的小伙伴呢看一下这个车门开启的一个状态，尾门开没开？你不用开车门，下面一个角标应该能看到，啊，给观众看一下就可以。尾门没开吧？没有。好，你现在维持别动啊。我们现在再试一次。其实习惯了以后，我觉得星途这个尾门开关设计的位置还行。关了啊。好，关闭锁止，没有任何问题。仪表显示是怎么样？关闭。关闭啊。OK， 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就不难发现，整车这边整体的这个车身刚性部分的表现是非常不错，而且对比我们之前错过的老款的瑞虎8来讲的话，应该还是有了更多的一些进步。因为在老款瑞虎8的测试当中，我们还依稀记得发现了一些对缝工艺的问题，尤其是在车身扭转的情况下。而这一台车型，虽然不得不说有一定的这个扭，就是我们说借助了一定的这个车身轴距短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实际上你也可以发现的是，即便是这样的话，这种严苛的地形对于这个车型在尾门方面的一些这种应力上的影响其实并不大，所以整体来讲还是可以的。而且虽然这个四门的铰链限位器这一块啊，我们说这个门边限位器这一块的限位不是太好，但是车门的关闭没有任何问题，很顺。我们来看看这侧，这个时候啊，我就可以把门边的这个玩意儿放下来了，非常好。开启闭合如丝般的顺滑，这就是车身刚性好的好处。整个车身的这个框架，包括侧尾板件，包括车门组件都没有大的问题，在这种路况下已经是非常极限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测试当中，消费者们应该是能够得到彼此希望能够看到的那一份满意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测试的一个分支的这么一个小的分数，比较不错了啊，很优秀。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该车型别的方面的一些表现。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山里面出发回去了啊。奇瑞的这个组合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实际上做的还是蛮有意思。当然这个一定程度上来讲啊，也是没有做成这种真正意义上嵌入并且是滑动组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稍显得有些遗憾。不过内饰方面来说的话，其实实际上抛开一些设计创意不讲的话，其实可能还是要有更多的一些这种专利啊，这个东西可能还是避不开的。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在汉兰达上那种比较经典的一个设计，它很难去在其他车型上面去复制，多少都会有些变化。希望我们的国产车型能够在以后的内饰上面，包括功能性的应用上，比如说储物空间啊这块能够有更好的一些这种表现。顺带一提啊，这个点烟器部分的这个接口设计的其实实际上是很浅的，我今天的这个电源在接的时候呢，都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就是用胶带把旁边去固定，因为我的这个电源接口很长，它就很容易弹出来。所以像这种通用化的设计呢，还是请这个奇瑞们再多考虑考虑啊。星途们作为奇瑞的这个得意门生，得意门生也得相对考虑一下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呢简单来体验一下这个复杂路况啊。较高的底盘高度呢给了我们这个车辆相对来说不错的信心，那走这样的路况下，其实实际上你控制好方向，在避让一些碎石的同时，你基本上是不用减速的。除了遇到一些较大的坑洼路面你可能需要停一下之外，在这种路况下实际上能够给你给到的这种驾驭上的感受，因为在野外路况下的时候，它其实并不需要特别精准的转向，它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相对不错的舒适性和通过性就可以了。舒适性这个车做的适中，但是通过性能这个车做的不错啊，所以也就因为这一点吧，在这个车型上面来讲的话，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还是一反常态，我们呢就不要从市区走了，
直接走新路回山区吧，就是从山区穿出去。然后晚上的时候，正好我们顺便聊的时候也看一下这个车辆，它在正常驾驶时候一个状态，还有就是路面这块灯光效果。哎，我旁边这个23岁小哥，你们都认识啊？都已经认识了，很熟了。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你叫啥？叫李磊。啊，李磊，未婚，23岁啊。有小姐姐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位小哥，其实挺好的。对，我后期把我微信给二维码截个屏啊。你想得美。我们现在是以 normal 模式在山间穿行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在山间穿行的时候就能够凸显出来，在这个油门部分的标定上，奇瑞其实做的还是有一些不强。你比如说现在这种路况下，如果要是敏感一些的车型，它就应该去降档了，至少是以3档或者4档的方式去在这种路况下行走。当然这个时候呢，自动头灯也打开了，那能够看到有一些不错的这种照明效果逐渐在凸显。这个时候其实天要黑不黑的时候，就是很考验这个灯光你什么时候该点亮，然后点亮之后的这种效果到底如何。所以再接下来过一会儿天气状态下，会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接着来聊这台车。那这个车型目前我们现在走的路呢，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测试场地出去之后走的这一家这个新路。这家新路其实实际上是一家这个山区路况，但是路况相对比较好，不过后面铺设成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这台车型在游离开绝大多数的普通车型应用功能啊，这时候能看到车灯啊，这个功能应用的情况下，比如说市区里面走走停停啊，正常的40公里每小时或者60公里每小时车速行进啊，我们来到一些这种比较放松舒缓的这种地方啊，它的表现是个什么样。 OK， 那么 normal 模式下我给这个车型整体的这种评价，抛开咱们现在当前去看到过的这个路侧部分来说的话，我认为 normal 模式其实实际上还是略有一些慵懒，稍显再激进一点就好了。另外呢，就是这个车型的降档部分其实不是很积极，就像我刚才所走的那个部分，其实你可以看到明显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下坡，对吧？刚才那个时候是在上坡，上坡的时候为什么不降档？这个逻辑上面一定要有一个区分。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这个星途的工程师们考虑到了这个变速箱包括在标定的时候，和他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啊，考虑到这个变速箱部分的一个耐受度的问题啊，油温的问题，所以才折中的去这么做。因为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明显能够发现，是变速箱已经成为了整车，如果非得去说整个动力当中的一个短板的话，那就是这个变速箱还是一个短板。但是它并不算完全意义上短板，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脱碳，有的是一些轻微的延迟。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讲究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的话，轻微的延迟也会带来一些不便，比如说我起步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奔放，20到30公里加速的时候的接续上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比较舒缓的阶段，30公里一过啪一下给拧，这种状态。那山区路况下呢，就能更能凸显出来说这个 normal 其实实际上如果你市区里面开这个车的话，你用标准模式还好啊，觉得动力上还算充沛，但是你在山路上一旦驾驶的话，就会觉得这个normal 模式下的换挡的降档不是很积极。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希望能够去再给一个稍显激进一些的这种 normal 模式，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山路上面，都能够给我们更舒爽的这样的一个驾驶感受。当然了，再说到弯道部分的话，其实你们现在不难看出来啊，就是我刚才过那几个弯的时候是很悠闲的一个状态，即便是我现在开的是一个这种运动模式的一个助力回馈这样的一个度，都是一个很悠闲的状态。所以说这个车型以它现在的标定来说的话呢，介于舒适，就这么说吧，就是舒适可能给到了45%，运动给到了55%。但是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表现，所以它呢会相对两块都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些分数能够去得到，但是也不会说分数太高。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它还是没有去把自己偏向的那个部分去给到一个，不是说极端，而是说真的是给到这个方面。你比如说我们都说这个 ATS 运动好，对吧？ ATS 这个车实际上就是一个基本上
本上做到了70%的运动。当然这一点可能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车能不能做到60%或者65%，就是你可以再稍微运动一点，再硬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的这个舒适度可以略微再稍微丢那么一点点，这样的话我想可能就会更好一点。因为实际上像这种颠簸路况下的时候，像我们在走，哎，它的这种滤震其实实际上就已经算是很出色了。为什么？就是细小的颠簸和震动没有给人说我们说话的时候吐字不清、说话不清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比如像这种搓板路啊，还可以啊，还可以。这个对比科迪亚克或者对比我们往期测试过的这种搓板路的一些车型来讲的话，都算作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进步。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呢？是你轴距本身就不是很长，那这样的车型干脆，对吧，你就稍显舍弃一些，把运动给足一点，就会变得更好。悬架部分的回弹和支撑有两个作用，就是除了弯道当中能够给到整个车辆转向时候更好的一些信心，更好的一些这种转向部分的辅助回馈，与此同时也能够给到这个驾驶人比较愉悦的一些感受。像在这种路况下，好的减震是个什么样呢？如果我们现在切换到这个 Sport 模式啊，好的减震就是应该，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弯道当中，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减速要往右走了。好的减震就是能够吸收当前的像这样的一个缓冲，吸收掉之后呢，不会让 ESP 过度介入，也不会让整个车进行横滑，是这么一种状态就可以了。甚至于再运动一些的车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像这种啊，我们也不能就是叫滑，非常滑的这种路况，它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尾部有轻微甩动没问题，我的头部还能够进行纠正，这能够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能够在略轻微的滑移或者轻度到中度的滑移当中进一步的去控制车辆，这是减震敏锐的一个好处。如果不是很减震的敏锐的话，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比如说前面这个弯啊，我们现在假设给一个这种比较大一点的这种哎摆幅，看见吗？这时候 ESP 的介入就是能够去将整个车辆在进入到尾部滑动状态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甩尾，它就能够通过很明确的一个右前点啪一下就给你制动过来，然后整车瞬间恢复一个正常行驶状态。当然我个人更希望的是像这种状态是不是能够再开放一点，对吧，再开放一点啊。这个从